啥号的人就哇，多好！快起来，世界大战，富士山世界大战开始。筹备军粮发射，哇，被占了啊！超惨大的，他要砸几级？陈世芳在干什么？你看一下，他小小兵了，陈世芳变小小兵了。这次好像不是你们躲得了。哇，陈宏庭发挥功力了。男生一国，女生一国。上冰桶啊！丹尼尔要不要来？我陷下去了。大战时间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。好冰桶！哇！打破了！打破了！快攻击城堡！我知道怎么打。集合喽！生气了，快点攻击！我去，气死了！攻击城堡，让他城堡就城堡倒掉。拿起城堡倒掉了。拿城堡打他！拿城堡！快点拿城堡！拿城堡打城堡了啦！什么、啊？攻击城堡！哈哈！城堡没血了。攻击城堡。好累哦。好，世界大战暂停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哇，陈志芳这个最大的来了，原子弹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哇，就原子弹炸到自己了。陈志芳炸到自己的原子弹，陈宏庭也拿一颗原子弹，小心！原子弹这么痛哎，莫名其妙，慢打头的，看他还能怎样？哎，比较好吧。